大家好，我是易南天，欢迎来到易博士易学讲堂。今天给大家讲地支的六冲。地支一共有六冲，十二地支凡是方向构成180度对立关系的，就是相冲，这个呢是比较直观的。地支的相冲是哪六冲呢？子午相冲，卯酉相冲，寅申相冲，巳亥相冲，辰戌相冲，丑和未相冲。注意哈，相冲呢是一种相互的关系。子冲午，午呢也会冲子，谁的冲力更大就要看谁更旺，双方相冲力量呢都会有所损伤，被冲那一方呢的损伤啊会更大一些。刚才讲了方向构成180度的对立关系，就是相冲，我们呢结合方位来记它，那么就会比较好记了。上南下北，左东右西。那么子午相冲，从方向的角度来说啊，其实呢就是正南和正北相冲，正南和正北的相冲。从五行的角度来看呢，那就是水火交战，也就是水火相冲。卯酉冲呢，卯是在东方，酉是在西方，太阳是从卯时出来，酉时落山的，东升西落，所以呢卯酉相冲，从方位的角度来看，那就是东西相冲。从五行的角度，金是克木的，因为酉金呢它是阴性的金，卯木呢是阴性的木，是酉禄的木，卯酉相冲，那就是酉金克卯木。注意我们要这样来记啊，子午卯酉作为一组来记忆，这样呢就会比较好记了。前面两个子午相冲，后面两个卯酉相冲。前面两个呢子和午是阳性，后面两个卯和酉呢是阴性，这样记是不是很好记啊？子午卯酉这一组还有一个专门的叫法，叫做四桃花。所谓的桃花肯定是跟情感有关系的，这是一种非常冲动不受控制的力量，因为爱情啊桃花呀都是比较盲目的，是一种极端的感情，十分容易失控。一个人的八字里面呢子午卯酉比较多，或者子午卯酉都全，那么这个人呢往往相貌俊美，聪明伶俐，风流倜傥，异性缘呢特别佳。如果是已婚人士啊，大运又逢桃花，那么烂桃花就会比较多了，这个人缘呢还有外面的这个烂桃花呢往往呢都会影响到自己感情方面呢，就会容易出现波动和冲动，影响到夫妻的感情。那么第二组是寅申巳亥，寅申相冲，寅是在东北，
是在东北偏东的地方，森是在西南。是在西南偏西的方位。隐身相冲实际上就是东北和西南的方位相对。从五行的角度来说啊，那就是申金克寅木。四害相冲呢，四是在东南，东南偏南的方位。害呢是在西北，是在西北偏北的方位。四害相冲实际上就是东南和西北方位的相对。从阴阳五行的角度来说呢，那就是亥水克巳火了。这就是第二组隐身四害。古人把隐身四害呢称之为驿马星，也叫做四长生。后面我们还会详细的讲到。前面两个隐身相冲，后面两个四害相冲。前面两个隐身是阳性，后面两个四害是阴性，这样很容易去记住的哈。不但记住了相冲，还能记住阴阳。后面一组呢，辰戌丑未相冲，他们的五行啊都是属土，属于土的本气相通，土的本气。本气相冲呢，会让土啊冲得更旺，就好比两堆土撞到了一起，土是不是更多了呀？就是这个道理了。这和其他两组相冲啊是不同的。前面讲过，比如子午相冲，子和午呢都是会有损伤的，只是各自的损伤程度不一样而已。而辰戌丑未的相冲呢，会让双方的土性啊都增强，这是和其他两组不同的地方。从方位的角度来说啊，辰是在东南偏东的方位，戌是在西北偏西的方位，这两个方位是相对的。辰戌相冲呢，也代表着春季的最后一个月和秋季的最后一个月相对，也就是三月份和九月份相对。丑未相冲呢，也是指东北偏北的丑和西南偏南的未这两个方位相对，也代表了冬季的最后一个月十二月和夏季的最后一个月六月的相对。这就是丑未相冲，大家一定要把它记熟。这就是第三组辰戌丑未，也叫做四物库。前面两个是辰戌相冲，后面两个呢是丑未相冲。前面两个辰戌呢是阳性，后面两个呢丑未是阴性。阳跟阳冲，阴跟阴冲，是不是很好记啊？分成了三组，就把地支的相冲和阴阳的相对都记住了。如果按顺序来记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样其实很难记的。这也是易老师当初学八字的时候的记忆方法，现在呢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这可是干货呀，大家可要点个赞鼓励一下哈。冲呢代表冲动、动摇和相克的信息，冲、动、动摇。
和相克的等等的信息。如果一个人的八字里面呢，地支相冲的比较厉害，代表着有一定的信息啊，要告诉你，比如这个人的工作可能会发生改变，比如这个人的夫妻关系可能不和谐，身体健康状况容易出问题，亲人方面呢出现了某些问题等等，这可是可以通过地支的相冲理论都是看得出来的。地支相冲的原理啊，在命理学的经典著作《三命通会》里面呢、是这样说的：地支取七位为冲，由天干取七位为煞之意。如子午相冲，从子到午正好是七位数，我们来数一下看法是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刚好是七位，也就是所谓的逢七相冲。说的就是这个原理，而且呢，无论是天干还是地支，都是逢七相冲。这就是八字中的偏官为什么叫做七煞的由来，因为逢七相冲，这个冲呢，其实就是它的煞。好的，这一节课呢就讲到这里。这节课的内容不多，但是呢比较深了，大家呢要好好的复习。有疑问呢，可以在留言区和大家和老师互动。谢谢大家。